范例一，以高速摄影机拍摄一质量为50克之网球撞击墙面的过程，所得到球中心的速度 v 对时间的变化图如图所示，则在撞击墙面的过程中，网球受到墙的平均作用力最接近下列何者？好，那我们稍微画一下示意图，它的意思是这样的。这个网球一开始是往墙这样冲过去，然后碰到墙的时候应该是会稍微的被挤压，那受到一个力，最后弹回来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他把他的速度呢随时间画图，随时间画图以后得到右边这张图。那右边这张图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初速度是40，所以一开始的速度是40，那它看起来就是以向着墙为正，向着墙叫正40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开始有减速，然后到零，然后又开始变成负的，最后变负40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它反弹的过程，所以后来的速度大小也是40，但方向是相反的。好，那它要求的是网球受到墙面的平均作用力。其实受力的期间其实就是这个减速的期间啊，因为我们前面有学过牛顿运动定律，它其实就是说物体只有在受力合力不为零的时候才会有速度的改变，否则应该要等速运动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其实大概从 0.3 秒到 0.5 秒这个过程中它是有受力的，那就是这个要求出这个受力。可是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加速度，并不是一个定值、啊、那加速度我们知道加速度就是看 VT 图的切线嘛，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它切线其实是有变化、那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算出一个力啊。那我们就来算算看吧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可以用到动量，这个章节要介绍要让我们使用的是动量。动量 P 就是质量乘速度 NV， 而另外是力，力它实际上呢是动量随着时间的变化率，这其实才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原始形式。好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式子来得到答案吧。我们需要的有丢下 P， 然后还有丢下 T。那丢下 P 也就是动量的前后变化，也就是末状态的动量减去初状态的动量。末状态的动量其实就是后来的质量 0.05 公斤去乘上后来的速度，也就是负40，那去减掉初状态 0.05 公斤去乘上40，这样子一减起来就变成负的4。这么一来动量变化 delta P 就算出来了。那我们还差 delta T， delta T 是多少？其实就是 0.3 秒到 0.5 秒，所以其实丢下 T 时间就是 0.2 秒。那这么一来就可以算了，就可以算我们的平均力。所以结果是负4公斤，然后每秒一公尺去除上 0.2 秒，结果是负20。那后面的单位就也刚好就是牛顿。但题目要的只有大小，也就是只有量值而已，量值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20。那可能同学会觉得说，就只不过是代公式嘛，所以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它的意义好了，稍微介绍一下它的意义。这个网球啊，它撞到墙的时候应该不是一直都受到20的力，它撞到墙的过程中应该会是先力量小一点，然后才会越来越大。
那最后大到一个程度以后，力量又会越来越小，然后再弹开。基本上你可以视为有点像弹力，它如果挤压的越厉害，那个弹力就越强。所以网球撞墙在挤压的过程中，它的力量对时间的关系图应该是大约是这样的：一开始弹那个挤压的力小，力也小，那挤压的力越来越大，到一个程度以后又弹开，弹开的时候分离的过程中力又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这样子。所以说才会变成说它加速度是有在变的。我们这个 VT 图的斜率是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。好，所以加速度竟然不是固定的值，那也就是说它的合力大小其实是有变大再变小的。可是我们算出来的平均力却只有一个数值，那就是二十，那就是二十，这就是答案嘛，平均力。那这个平均力事实上它就是这个时间内的力量平均。不一定会是在正中间哦，它只不过是一个平均。平均来说，它是二十，但不代表说它的最高峰是二十哦。这个应用是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安全气囊啊，还是说什么车子的防撞的材料强度，我们不能说只设定刚好可以承受平均力，我们应该要设定可以要让那个材料，要让那个结构。可以抗衡最高峰值的力，才是一个安全的设计。这样，所以平均力只不过是代表一个长时间的平均结果，就有点类似说，如果在变加速度运动的情况下，在变加速度运动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平均速度嘛，变加速，等加速也可以。变速度运动，应该说变速度运动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平均速度，但是不代表说它每一个时刻速度都是这个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同样的道理应用到力，它也可以是时时刻刻在改变中的，但整段时间考虑起来，你可以找出一个整段时间的平均力，那就是这题要的答案。